神神秘秘的。你知道叫你回来干嘛？嗯，经典广告平面设计大赛入围名单出来了，你和我都进了。真的吗？在哪可以看？我去查查。哎，你别着急，听我讲完。怎么了？作品上没有我们俩的名字。怎么会呢？报名的时候忘了，还是经典弄错了？都不是，而是写了公司的名字。改过来就好喽。你是不是傻呀？用了公司第四创意部的名字参加的，怎么可能让我们改过来？那你的意思是他们故意的？所以我才想要找你一起看看怎么办啊。我们去跟萨萨姐说一下嘛。可上面也有萨萨姐的名字，找她说有什么意义啊？你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啊，一会儿还要开会，估计就跟这件事情有关，听他们怎么说吧。那也只能这样了。先走吧。喂，顾威爷，明天就出成绩了，你过分了没啊？过什么分？哎，你怎么回事？去德国那个考试你没过分啊？没有。那我现在帮你估，你的第一道选题是什么？不记得了。0.5倍。哦，好，那静止质量不为零的微观粒子作为高速运动，这是粒子波的波长与速度 v 有什么关系啊？喂，我们先总结一下最近的工作情况。我们和超维公司的城市广告大受好评，在这里呢，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某某。在这个项目当中，他代表我们公司给客户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第四创意部的两个作品入围了经典广告平面设计大赛的最后一轮。Momo 和 Jen 在这次创意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公司决定让他们两个人提前转正。恭喜。好了，我们说点其他的工作。下一个项目呢，丽娜，你对下几个项目有什么想法？我在开会，回去跟你说。哎，怎么办呀？他们这是什么操作呀？打一巴掌给个枣吃。可能就是拿这个枣堵住我们的嘴巴。唉，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叫你接你了。嗯。怎么了？
今天很累吗？嗯。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想说什么呀？你今天跟谁打电话打那么久，我都打不通。周磊。哦。干嘛？怎么了？哈佛公开课说拥抱很重要。哈佛公开课？触摸、睡眠和爱情的重要性。所以你抱我只是想和我……什么？松开我。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你自己想。这个吗？就不能想点别的吗？什么别的？能不能直说？我真听不懂。我直说了，你可别后悔啊。我为什么要后悔啊？你明明知道我很生气，为什么还想着跟我做那件事情？所以你就这么想我了是吗？嗯。所以变你。我去死了！